左手边来，右手抢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川式美味柴火鸡，锅贴大饼真好吃，色泽艳丽味儿香，米字一锅全干光。开干，川式地锅鸡，准备个鸡丸，先洗一个冷水澡。今天我们弄个柴火鸡，又像北方的地锅鸡，边边上再贴点饼子当主食。上个月我在外边吃过一回，那个味道让我欲罢不能。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下，清洁一下口腔，把鸡丸改刀。这个部位哪个要？地址发给我。先调个面粉，再加点玉米粉，这个颜色就好看。放滴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滴点点点加。和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醒20分钟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一零四，热腾腾的。冷水下入鸡丸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烧开水水。准备调料，米是三件套，葱姜蒜全部切成颗颗，花椒一把，大概香叶桂皮，干海椒。配菜准备有干豇豆，在我们这儿形容一个人瘦得很，就叫他干豇豆，切成圈圈。泡发好的木耳、干香菇、青红椒、蒜苗叶，起锅前放，放入菜籽油，再来点猪油，调成混合油。六成油温下鸡丸，爆一下，爆干水分，泡个荡荡，放入所有草料，再放入豆瓣，继续煸菜做红油。炒香后下入香菇、干豇豆，木耳晚点放，放入泡香菇的水，简称香水，腌没鸡块就可以了。再来一点生抽，放入少量白糖提鲜。小火25分钟，时间到，放入木耳，放盐巴调味，手沾点水，扣一坨，擀成饼子，切成海天竺形状，放一碗在锅里，再焖15到20分钟。时间一到，这个饼子好漂亮啊！我你看，哎，先把饼子捞出来。有锅巴没得？哦，有锅巴就巴适啊。放入青红椒蒜苗，放一点鸡精，再来点香油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撒入葱花点缀，放入香菜。一份川式地锅鸡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地锅鸡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哎，你哦，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先啥子？先整个包包，整个包包。猪是先吃了啊，再上个鸡味啊，哦，这个要配着吃，看那块鸡肉啊，嗯，对啊，嗯，味道不错，必须啊，这些配菜非常好吃啊，特别是我干点儿，然后我把饼子下这个菜，今天的主食就是饼子了哈，嗯。就是这个味啊。泡油，泡油更有味道哈。干嘛？你加油，让我加油。那配菜不错，必须嘛。我这喝的是干豇豆，干豇豆就包上啊。嗯，做鸡肉了，我跟你。带点锅巴吃更巴适啊。哦。嗯，这个菜的配菜有点多哈，但是这个配菜比鸡肉还出彩一点啊，更入味。这个配菜再给你。哦，嗯，哇哈哇哈，哦，哇，这么好哈。这个。
猪是下酒啊。阿光请安逸没有？很安逸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若小白，我有些朋友弄这群观众们，我是阿斌，我是阿光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